我们现在到达这个石油小镇这边了，然后找这个停车场。哇塞，但是停车位置这边有一种鬼叫声把我吓了一跳。我们拍过去看一下，它好像这个，我先打个电筒前去看一下。我去，哎，拴着呢，千万不要动它的链子，它要跳出来就完了。就这个，这是变异了的那个啥，这变异了。刚才两只眼睛还红着的，刚才亮着灯的，不得吓死啊！这有点吓人哈，这个东西。这往里走就是石油小镇了，好像是。然后我们先找地方停车吧，这边风特别大，而且太冷了。海拔也特别高，走吧。海拔多少？2000多，走吧，有点吓人。这边晚上，你看这月亮，放个灯，好大呀！现在我们找停车的地方。哇，好冷，赶紧上车！上车，上车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快！我们现在开了一圈，找到一个停车场。哇，风好大呀！我都换了一个厚外套了。然后这边好像是一个什么停车场，感觉是这个景区的。然后今天晚上就先停这儿吧。风好大，这边环境就是有点艰苦。导慢，慢点哈，稍微往后面倒一倒。放到后面一点来。我的天哪，没想到这边风这么大，温度也挺冷的，今天晚上肯定很冷。好了，行，上房车。这边海拔多少呀？海拔啊，好冷，2500多。2500多海拔啦，我的手都在抖呢。先去后面把柴轮开开吧。开了啊。我们现在旁边停了辆车，刚过来的，不知道是不是旅游的，以后过去问一下，看是当地的吗还是旅游的，看这里停车怎么样吧。刚旁边又来了一个车，他也是床车过来旅行的。哦，他可能看我们都停这里哈。嗯，有个背儿，这里确实感觉有点阴森森的。好吓人。因为他这个就是九层妖塔的拍摄地嘛，然后石油小镇这边也特别大，特别荒凉，就是听到那种妖风的感觉。来吧，我们把料包括去，我们去房车了。好。嗯，把东西拿。哇，外面风好大啊，特别的冷。然后现在我们上房车去了，胖子搭帐篷估计有点痛苦了，今天晚上。上面床车其实还好。走吧。先背着走。嗯。还李奥还有点懵逼感觉。这种时候就体现出有个房车是多么舒服，多么爽的。哇塞，好冷啊！赶紧上车。回到房车上了，哎，柴轮怎么没开呢？好像是车没电了吧？电量过低？应该是电量过低吧，启动不了。有可能，那我把外电给插上吧。换个厚衣服。行，好冷啊！没想到啊，我要把那个支腿给放下来，不然风吹着容易晃啊。嗯，是有风，风挺大的。嗯，对。哎，只有25的电了。那给插上外电。他咬了个标签。啊！是滑的，咬不住。哎。哎哎，哦，趴在这里咬住了。好了，好，不咬了，给我穿上。太冷了。好冷啊！哇塞。去插外电，然后把支腿给摇起来。胖子停我这边来的，可以给他挡一下风。OK， 可以了。搭得下不？可以了，搭得到。能搭下吧？可以。
我要用你房车挡挡风。就是，我风就从这边来的。我这个房车能挡蛮多的风的。啊。我摇直腿。基本还好，主要就是风大。对，风大。OK， 现在这个四个支腿全部放好，然后外垫给插上了，上房车吧。好冷，风好大。这时候有个房车真的是很爽的事情啊。好冷啊，可以给廖喂晚饭了。嗯，可以。我们今天晚上不知道还吃不吃啊。赶紧上车。宝宝，他在等着你给他喂晚饭呢。把我脚脚压着了。嗯，今天新买的衣服今天晚上就派上用场了。真的特别管用，全副武装。嗯，刚才这个采暖不知道为什么连续启动了几次都没启动起来。嗯，然后它运行了一下就停了，运行就停了，然后现在又正常了，不知道什么情况。我在怀疑是不是加了 FIRST 的那个柴油啊。嗯，我刚才以为采暖坏了，给我吓死了。没有采暖真的好痛苦啊！现在这个风，嗯，热着了，可以。我们在房车里就舒服了。这个胖子今天晚上可能有点遭罪了。虽然说风吹不进去，但是特别吵，吹风的时候。嗯，就是那个帐篷的那种布啊，因为我们以前住过呀。对，这个就是车顶帐篷最大的缺点。其实以前我们不是一开始用的是车顶帐篷，然后后来就是住在车里面啊。有一个很大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喜欢去西藏防风。西藏的风确实是太大了。嗯，我们看一下晚上吃点什么。我减肥，我今晚不吃了。真不吃？真不吃。我吃点这个水果。好。我给你弄点什么吃吗？能不能简单点？吃点啥呢你啊？想一下。我也不知道吃什么。哇，这个采暖，暖气已经来了，舒服啊。嗯，晚上给霓虹煮个螺蛳粉算了，方便、快捷、好吃。煮点叶子。煮点菜叶，今天买了挺多菜的。煮点那个皮儿呗。煮螺蛳粉。好，这边螺蛳粉煮上，定个十分钟。这就给李红煮的，我今天晚上真的不吃，就吃点水果，减肥。说减肥叫减肥，这不是开玩笑的。